Emotional Machine 由 David 所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舞蹈演出哦，他们是一个非常融合各种元素的舞风在里面。那大家不要多说，赶快看他们演出就对了。DJ 说了没 ？Emotional Machines。
谢谢我们的 Emotional Machine。 那可以请团长过来我们的采访你一下好吗？我 David 在哪？ OK， 好，因为这个麦不够，麦线不够长，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团？还是你要先喘一下？先喘一下，先喘一下，边喘边讲啊。OK， 你们听到声音是来自 DJ 刷了没的第一届的 DJ 比赛活动的现场。我刚为你们最大一个精彩舞蹈的演出是 Emotional Machine。 那团长 David 在我旁边。 OK， 那 David 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你们团一下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Emotional Machine 专业舞蹈团队，然后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跟文化局政府立案成立了演艺团队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台北多元艺术空间青少年发展促进会旗下的团队，然后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日呢都有在电影公园办 free party 的活动，六点到九点，晚上六点到九点，然后在七月七号的时候，我们有办后街文化季，七月七号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有十二生肖的主题表演，在哪里呢？在电影公园后街文化季，七月七号在下午一点，对，下午一点，在电影公园十二生肖的主题表演，感觉很酷。对对对，我们会结合特效彩妆，然后以原住民的方式来去为大家来做表演。 OK， cool。 好，那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呢？你们 EM 在哪里可以搜寻得到？在 Facebook 可以搜寻 EM， 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 EM 舞蹈团队吗？对，是 EM 舞蹈。 EM 舞蹈团队。 OK， cool。 好，那谢谢我们的 David， 谢谢大家。 OK。